我们先来看这台 Konica C35 哈，那这台它有这个原厂的相机皮套，是完整的原厂的相机皮套，里面蛮干净的。好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，它这个就是用一般的三号电池哈，电池室也是蛮干净的哈，我们相片有拍哈，电池室。那它有一个镜头保护镜，它有一个这个镜头保护镜。好，然后看一下镜头。镜头也是蛮干净的哈，那个快门，正常可动作，快门正常可动作，那这机身呢，是这个绒布的哈，不知道它是不是当初的这个，是不是不知道是特别版的呢，还是这个当初这日本的这个持有者自己再去花巧思用的哈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哈，它整个机壳哈，它当初就是放在这个皮套里面的哈，当初放皮套里面的哈，所以可以看一下整个状态。我们把底片式打开，好，可以看一下。好，这个 Sakura， 好 Sakura 这个，好，看一下。好，那以上就是这台 Konica C35，这台很特别的，它这个机身是绒布的，它这个用的也蛮仔细的。好，那以上就是这台 C35 的视频，谢谢。